想想，他们跑掉了。到卡拉红山去。嗯。什么事？钱呢？你怕我没钱吗？不是，我看你就放心点。是。没私心，没贪念，只有无条件的服从。见到货我就给钱。好，没问题。不过，你让我看着那些钱的话，我会安心的多的。替你卖命吧，因为我答应给他一大笔佣金，他一辈子都花不完的。Yeah.